到進教之後參與聖母無緣聚九日敬禮，今日是第五日，為我們主禮的是神行基神會。各位請起立，張海榮請來自利江山。Thank you.
讓我哋跪伏喺主嘅面前，我哋能夠咧喺呢一個嘅神聖嘅時刻，最我哋嘅心神，我哋咧同主係有一份嘅真正嘅問題。願主至聖之體，上首讚美稱謝，願光榮歸乎頭子及聖神。我曾經去揾你，
幾個美好嘅時刻，你同我喺心靈之中又再相處。你唔用言辭為我所準備咗嘅約會作美化嘅用途，你以滿足體諒我嘅模樣，而我亦都尋求到你嘅模樣。然而喺過去嘅歲月之中，我願完全放棄你，我願意將自己變得渺小，希望你能夠真正進入我嘅失落世界之中。我係幾咁喜樂應，而你唔覺得每次可憐同埋可悲嘅失敗之中咁樣下嚟，我係幾咁感到開心。幾時我哋彼此互相去交談，簡單模樣，充滿家庭嘅精神，如同老朋友嘅一樣，喺同一屋時間，二人係彼此相親相愛同埋分享。我再次深深咁樣感到，我能夠分享你臨在嘅關係，祈禱嘅力量就係嗰一。我的意志力能够寻找到你的软弱，但是你的援助再次唤醒我，好使我降服在你的意志之下。啊，而今日咁讲，我的天主直接和我是一起被救赎的心，我是几咁。我單獨可以，可能係一個時刻，忘掉嗰啲等你口釘等緊嗰樣緊係住嘅重擔，停喺舊有嘅殘暴上。但係你願意喺呢啲嘅失敗之中同我共存，我嘅天主，我肯求你。亦都藉住我嘅慈母瑪利亞，能夠教我去愛你，如同唯有你懂得愛我一樣。我嘅天主，一個終極嘅信心，我更加感到你同我住埋一齊，喺我之內，更加信你能夠自持。唔好為我嘅謙虛掛心，我講我一天，單單就一天。我好明瞭你就係教我謙卑，好似教聖母瑪利亞一樣，直至到透過我選擇去做事。上主對我主顯世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的仇敵做你的腳凳。上主使你用伸出你的權杖，你要在仇敵中統治為王，在全身上你難生之人，王位就屬於你。我已經生了你，好像在
圣神。你在如何今日的缘，直到永远。阿门。希望你主，你要尽情欢乐，你要撒旦对子，你要同人欢呼。阿利路亚。我们的君王基督就要来到。当以色列出离埃及时，雅各伯家离开南儿之日，犹大城了上主的圣所，以色列做了他的王国，海洋别世立刻逃走，约旦河也回转倒流。聖母瑪利亞的這份肉結冰清，
聖母咧喺翻佢年青嘅時間啊，就咧接受天主嘅一個召召。咁而呢個召召咧，啊使佢能夠生活聖潔，行為正直，而虔誠事主，同埋咧係忠心，係不渝。咁我哋話喺我哋嘅呢一個嘅塵世，喺我哋要走嘅一條嘅路裏邊，我哋會唔會咧係同翻佢係行緊同一條路咧？好值得我哋去反省。喺一息間，我哋會睇一個嘅片段啊。我哋會唔會變成咗係喺呢部嘅救贖史上面係路人一啦、啊、路人二啦、啊，點會係路人三？原來佢咧作個反省。路人三係個媽媽係行緊呢條行人路，其實唔關佢事。咁做咩要冒住呢個險要抽落去行嗰條路嗰度？係要推咗啲石頭啫。但係佢掛心啊，佢有呢份嘅功德心啊，佢有呢份咁嘅德性，佢都唔理自己個仔仔喺翻個車仔嗰度。仔仔係睇住個媽媽係做呢件嘅事情，啊，其實咧都係一個默許，都係呢一個嘅可以話啊，我媽真係好偉大。但係佢亦都個媽媽都冇諗到咧，原來喺個石底嗰度行嚟有啊有幾張嘅銀紙，我相信呢個媽媽都會覺得唔合適，會用啊攞住嗰啲錢啊一錢啊咁樣好驚喜，唔係啊，亦會話啊佢會睇得到。这个呢是那个人是给他的一个祝福。这个就是话方给我们听参与这个救赎的工程。其实我们不是路人三。我们好像呢如果这个的妈妈是一样的说话我们一样是会走到那里跟我们。不是因为这个拉底我们有没有人知道。而是我们关心的呢在路上面的那些行車者的安慰，這個就是我們在我們這個世界聖母的一份的參與，這個救贖的工程的裡面，它會是真正的是肉結冰清。但這個的肉，如果我們在中華會看的時間，就會說啊，這個的肉經過這個剁磨，經過呢這個的提煉之後呢，可以成為一件的玉器，可以晶瑩剔透，可以呢亦都可以係好啊有呢一個嘅品嚐啊一個鑑賞嘅一個嘅價值。但係我哋會睇翻，如果一班嘅年青人會點睇呢？
中國人有句説話係咁講：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嗱，呢個瓦全咧就話，我哋會攞嗰嚿肉就變咗好似一片嘅瓦，好似咧一嚿石頭咁樣劈出嚟，哎，咁樣冇用。呢嚿嘅肉係真正咧有呢個嘅價值嘅説話，就會好似而家我哋嘅好多嘅年青人。係會話係咪潔身同自愛，或者咧呢個嘅肉體係真正係屬於天主咧？聖母能夠咧係因住天主俾佢嘅啊呢份嘅使命，使到佢咧能夠係更加係提升，更加咧喺翻佢嘅德性，喺翻佢嘅整個人嘅裏邊咧，係不斷咁樣咧係去到天主嗰度。可惜喺翻我哋現在嘅我哋好多嘅年青人。十幾廿年嘅裏邊咧，我哋會聽到嘅一啲叫做乜嘢咧？喺電腦裏邊叫做裸聊，好多嘅年青人咧唔怕賣露佢哋嘅色相，唔怕咧啊將呢個咁嘅一個肉體，每當係天主俾嘅一個恩寵，俾咗咧係一個靈魂嘅係玉潔冰清，而調翻轉頭咧啊係失去咗自己嘅一份嘅精潔。再講到呢個結結，係結身自愛。結身自愛嘅裏面，我哋亦都會去睇嘅。聖母唔單止咧，佢話翻俾約瑟聽，嚇、啊、我哋係共同參與呢個嘅救贖嘅工程。約瑟，其實你個名咧都係一個嘅叫做咩咧？阿結者，係一個真正咧係個工程師。我同翻你嚟到去合作嘅説話，我哋咧大家係彼此咧係共建呢個救贖嘅工程。如果我哋冇睇呢份咁嘅一個心，我可能咧我哋會話：做咩我哋要結身啫？做咩我哋要自愛啫？我哋可以自暴，可以自棄，可以咧好多嘅年青人，佢哋甚至乎咧啊諗唔到將來有一個咩嘅計劃，有一個咩嘅夢想。有個乜嘢嘅一個實現，有個乜嘢咧係可以達成咧？天主喺我身上要完成嘅一個計劃。反觀睇翻早幾日嘅年報，我哋會再睇翻嘅，有好多嘅年青人，我可以話咧，同埋加埋我哋都係啦，我哋嘅中年、老年四分之一人咧係用呢個精神。嚇唔係話我哋有神經病咩？嚇唔係話我哋有病咩？我哋再諗下時間，係咪我哋唔快樂咧？係咪我哋唔高興咧？香港我哋全新嘅中華，我唔講呢個係咪啊？呢個嘅啊金融中心係一個例子啦，你唔講，我哋去講啲乜嘢？諗翻我嘅時間，我哋問翻。是不是在這個的世界，我們的香港，在我們的這個健康的裡面，在我們的心靈的這份的滿足裡面，無論是物質，無論是心理，無論是靈修，我們會不會有這份的富足呢？香港人在我們的長壽裡面呢，我們很高的一個紀錄，真的能夠呢，可以是很多的長者。但我哋會唔會揾到呢份咁嘅滿足感咧？呢份嘅快樂等唔等於係我哋嘅呢份嘅幸福咧？真係要問翻耶穌啊！究竟我哋係唔幸福嘅？我哋坐住嘅冷氣，呢條燈光哇，好似走廊，好似咧任何嘅啊，有啲咩嘅裝備係俾我？我哋再諗翻個時間會話，呢啲嘅。設施使唔使我哋係滿足？主留多一陣咧，你話喺沉神會，你冇咁沉氣啊！我哋趕住走佢，我哋翻屋企食飯。哦，如果我哋會咁樣諗嘅時間咧，我哋真會話：主，你同翻我一齊嘅時間，會唔會數住個表，數住個鐘，冇咁長咧，冇咁冗長啦。如果我哋會諗，真係咧，我哋會失咗呢個咁一個嘅 prime time，
一個嘅時間係同翻主咧係有一份嘅密切嘅建立一個嘅關係。我哋交通唔方便咧，我哋趕住走大巴咁樣出一套嘢啲啊，揈下個手又有嚇嗰啲揮手牌，行翻出嚟又有呢個嘅小巴，行翻出嚟有巴士，行翻出嚟地鐵，而家唔知幾方便。香港人有呢份咁嘅方便，我哋可能係冇咗嘅係咩咧？嗰、那個嘅孝道，百善係孝為先。聖母佢帶動嘅一個孝道咧，就係、是、呢份嘅孝。那個孝字好微妙，孝字咧從上面有個十字，跟住咧打條嘅斜帶同埋執事，打條嘅斜帶。啊，係咩嘅？你冇話翻我聽咩啊？咁要咩？跟住下面咧有個子字喺度嘅，呢、這個先係從孝啊！哦，原來呢份嘅心，呢份嘅真正咧係提升啦，係我哋真係要喺翻我哋嘅屋企，我哋翻屋企夠唔夠美滿啊？開唔開心翻屋企噶？啊，翻到屋企嘅時間係我哋啊嗰、那個下巴暗條都喺個地下嗰度咁樣行翻。拍曬塊面咧，嚇、啊！我同翻我哋嘅仔女，或者同翻我哋嘅阿夫人，啊或者係相公，啊大家有冇問過好咧？我有冇呢份咁嘅好温馨咧？我冇講到肉麻實，温馨係咪啊？啊呢啲咁嘅時間，我哋要塞咗個説話，聖母嘅呢份嘅肉潔冰清。係充滿咗呢個冰，唔係 cool 啊 ，be cool 咩？唔係單單冰啊！而家個冰係會點啫？啱啱早幾日有新聞會點樣睇啊？嗰啲細路唔翻學啊！有個十四歲嘅嗰個細路，佢喺翻嗰個屋企裏邊好冰啊，係變咗個冰倉，係藏冰。最後尾嘅時間會點啊？爸爸媽媽要走去咧。佢入去呢個靈宇裏邊咧坐監，哎呀，係咪真係好慘死鬼？百善孝為先，何為孝咧？係咪啊？呢、這個嘅冰喺邊度啊？係咪啊？有冇呢份咁嘅皎潔？有冇呢份咁嘅明亮？有冇呢份咁嘅透明度咧？啊！我哋會再睇嘅時間，呢份嘅清，真係咧。如果我哋冇呢份嘅真正咧，係充滿天主嘅恩寵。天主的一個常在，他不會呢不會領不會領悟到我們，我們的在這裡，我們的苦心，我們的困難，我們的很多地方和一些的苦水，我們走到入來的時間，耶穌會說，哎，你不要問我，我一早已經知道了，是不是？但這個要痛而已，不痛不快而已，不肯喉中，不痛不快啦。你要吸引啲人吸吸藥水啦嘛，係咪啊？我哋真係會對翻天主冇呢份咁嘅心，冇訴説我哋嘅啊呢份嘅苦心咧，係我哋唔識得啊真正嘅用處啊。係咪個時間已經夠？讓我們在我們的肉結冰清的裡面，如果聖母是跟我們和主人一起的說話，讓我們真的能夠懷著這份的心，這份的信心。我記得在聖母師學校那裡有位的老師，他的女兒在早前在最應該是九月十號，他的女兒是沒睡但係而家係會話當時咧係嗰啲嘅疫情咧一個關係，個女女咧係要睇急症去個 ICU， 咁後嚟咧喺翻嗰度嘅時間喺公立醫院，醫生話係冇而家冇一個咧特別要照顧 meeting 嘅小朋友咁嘅跡象嘅噃，咁咧點咧爸爸媽媽好掛心，即刻就送去聖保羅，後嚟咧。再點啊？醫生咧就 D
經過呢個診斷，經過呢個打針所入呢一切嘅時間，可惜呢個女咧喺翻兩個嘅最重要嘅 case 入邊咧，個女係因為可以話咧個腦咧係燒得太過高燒，而且咧係離開。爸爸咧走嚟問翻我，轉頭打電話話：個神父點解啫？個女女咁樣可愛，咁樣咧喺呢個情況之下，天主會俾一個咁嘅一個計劃，天主會點解會搶咗我個女走啊？嗰時我真係都一慌啊！我都冇辦法同翻呢位嘅一個嘅年青嘅一個老師、一個爸爸去解釋，一路落去。半個月裏邊，佢冇翻學，佢覺得好難受，佢覺得係冇面，係對翻佢自己嘅學生、自己嘅老師、所有嘅人。最後尾咧，喺翻呢一個嘅呢一個追思嘅弥撒，所有嘅一切裏邊咧，兩個嘅呢對嘅夫婦咧，爸爸媽媽走上喺呢個柴灣嘅墳場，一級一級咁樣上咗嚟。200多個，嗰幾個嘅頭工場，嗰幾個咧都係火火木木，要上到去，要做呢個嘅頭葬。最後嘅一個結束係乜嘢咧？兩個都係茫然，好似唔見咗，突然間咧自己呢一個女咧係失咗，難受嘅。但係我哋再用翻方法去話翻俾佢聽，佢話：咦，唔係喎。睇翻而家，你哋仲有一個嘅小朋友，仲有一個嘅一歲嘅女，會唔會天主俾你另外嘅一個機會咧？你會另外嘅一個計劃咧？另外嘅呢啲所有嘅一切嘅裏邊咧，你哋會繼續你哋嘅生命。睇翻後面嘅值得安慰嘅一樣嘅嘢咧，就是、每一個星期三，原本呢個媽媽咧，佢唔係一個教友，但係佢喺翻每個星期三。佢話方俾人聽嘅話，佢話神父，我都好想去墓道啊！我喺翻我嘅從細一輪到大，喺 Marino 我讀咗12年啊！呢12年咧，俾翻我嘅係一個全人嘅教育嘅裏邊，我開始咧睇得到有啲嘅曙光。我希望喺翻我自己嘅係一個成長嘅裏邊咧。在全人的一個教育入面，我能夠咧係領洗，好似我女女一樣咧，我喺翻我嘅將來能夠同翻佢咧係回合嘅、重圓嘅。各位兄弟姊妹，讓我哋能夠有呢份咁嘅心嘅説話咧，我哋會話天主一個計劃，我哋唔係好容易嘅領悟。天主嘅一個俾我哋嘅呢個夢，我哋唔係喺度發白日夢。我哋唔係喺度咧，呢個夢咧係殘破嘅夢，而係咧真正嘅夢咧，同翻天主咧繼續去發聖母咧，亦都一樣咧反正耶穌嘅養父咧都係發夢嘅一樣，唔係發夢嘅夢，而係真正咧係呢個夢咧係竟成真呢個夢。讓我哋祈求上主俾我哋有呢份嘅毅力。能夠堅持到底，而且咧，特別對住嗰啲年青人，喺翻佢哋今時今日睇唔到一份嘅希望，睇唔到咧一份嘅理想，睇唔到一個嘅一份嘅上進心，係啲乜嘢嘅説話咧？我哋更加咧能夠喺我哋作為媽媽，唔係凡凡，係爺爺，係婆婆，係公公，或者咧我哋喺呢個兄弟姊妹嘅中間咧，繼續我哋嘅呢一個嘅夢。你将万
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现在我们恳切地祈求他。加给那二天使，已把你的降临全部得同经玛利亚。为你落在你子民永久的君王。你是天主的圣者，前驱约翰，约翰在圣伊撒伯尔的腹中，曾为你欢喜踊跃。
我多謝，多謝。I'll be back.